八在江南开了一家皮革生意的公司，后来倒闭了。黄鹤老板久仰大名啊。那就是我。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像我这样优秀的老娘们。你要跟我 PK？ 当然了。关公面前耍大刀，麦克面前耍嘿嘿，懒得看看他。原创模式强势登录，我从来没有开车带过大明星。国民游戏震撼来袭，真心话大冒险的一个专车，天马行空的粉丝提问，充满爆点的明星回答，奇葩冒险千奇百怪，搞笑关注笑料百出。今晚10:30，中国蓝原创模式真心话大冒险爆笑启程。我叫熊汝江，字志毅。大家好，我叫张嘉怡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守株待兔。这本书难不倒我。这本书考不倒我。